欢迎收看牧民 movie 脱壳 talk 牧民脱壳秀 movie talk show yeah 大家好，我是Joe，欢迎回到 movie talk show 牧民脱壳秀。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可可夜总会》。I know I'm not supposed to love music, but my great grandma Coco's father was the greatest musician of all time.Papa. One day, he left with his guitar and never returned. 这个故事呢，其实它的主轴是蛮单纯的，它就是在讲述一个墨西哥小男孩，他在他们亡灵节的时候不小心误入了死人的世界，那他要想办法得到他们自己就在亡灵世界的家人的祝福，才能够回到活人的世界。他有个梦想，就是他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他想像他的太祖父一样，对。但是他的太祖母呢，因为他的太祖父追寻音乐的梦想离开了家庭，他非常讨厌音乐，所以也禁止他的子孙们接触音乐。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部影片是一个讲述梦想的影片，因为一开始小男孩就是为了追寻音乐家的梦想，但是他却被他的家人所阻拦。等他直到了就是有一幕，就那小男孩为了逃离，就是他的太祖母过了一个铁栅栏的门，穿过去后，他就转身跟他的太祖母说。家人不是应该互相支持吗？可是你们永远不会这么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蛮扎心、蛮难过的，因为我觉得在现实当中，假如我们这样对自己家人这样说的话，其实是蛮伤人的。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的家人当中，这个是也是一个很现实存在的状况，就是当我们要追寻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能得到家人的理解甚至支持。对，但是也是从这一段开始，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可可夜总会它讲述的重点不在于他的梦想，而是在于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不太看重家庭的信仰，因为我们可能不会祭拜祖先，我们可能只会就是拜就是所谓的上帝。对，但其实，在翻开圣经，就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有所谓十诫，就是有十条吩咐。那其中有一条就是十分之一，就是在讲述说你们要孝敬你们的父母。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家庭关系或者是说孝敬父母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家庭对于基督教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是因为基督教是一个讲究爱关系的这种信仰。对我来说，家庭就是一个以爱为枢纽来连接每一个人的地方。一个地方假如他没有了爱，我觉得他充其量就只能算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Never forget how much your family loves you. One cannot deny who one is meant to be.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所谓家庭关系当中的这个理论或者是想法，其实我们都听很多，但我觉得理论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改变我们现实中的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就想邀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功课，那是现在就做，可以拿起手边的手机，那我们就是。也许我们现在可能在外地工作，或者是我们可能在离开家里的地方求学，在现在这个时刻呢，就是适时的，就是对自己的家人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关心，还有对他们的爱意，或者是表达对他们的谢意。就我们可以不用等到像电影当中的小男孩，就是要到了生死交关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哦，家人是这么重要。他们的太祖父，他写给他的女儿妈妈 Coco。就他写了给他一首歌叫做 Remember Me、里面有句歌词是说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希望大家都能不管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能够与家人还是能够紧紧联系在一起。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假如大家还就是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赞留言分享。我是 Joe Movie Talk Show， 我们下次见，拜拜耶、yeah!